刘兴博，他真的又回到了这个舞台，那一瞬间我看到了感动，他的眼神还带着一些泪水，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难得，就是一个可能曾经是歌手，希望在舞台上能够发光发亮，结果后来跑去当演员了，再回来就十年以后了，所以可以看到他是渴望。我只是表演了差不多两分半的时间，可是我为这个舞台付出了很多。想哭，我刚才看到好多人欢呼，好久没有这种感觉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兴博最开始的时候，当粉丝们嗷嗷叫的时候，我看你眼睛有一丝的湿润，是兴奋呢，还是感动了？感动，感动了。兴博，星象，星运还在。OK 能唱，但是这个音准的就很悬，舞蹈也能跳，但是也悬，都有吗？都有，就是不够集中。明白。嗯，我知道自己在那个你们第一次那头你排第几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不排到第六。东城是排到第十六嘛，对吧？听到这样的结果，我对自己是挺失望，内心蛮五味杂陈的。我就觉得这节目组你怎么可以这样划分我们呢？你认为在三组观众群当中，哪个分数最高？我觉得应该是九零吧。九零，他们两个人分数一定会离得很近，但是选那个年龄层。你呢？我今天是为零零后而来。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兴博，你最自信的九零后的分数，来看一下。